总督嘛，总督也可以吃饭呐、啊。金宝山在山之吗？金宝山就是金山呢、啊，简称金山呢、啊。金宝山是象征性给邓丽君，一块钱的纪念园区啊，不是新北市说要把它迁到邓丽君纪念园区吗？当初是跟他哥哥讲啊。块钱的象征型的，路了，我有路了。